好，要怎么离开附身的模式啊？啊，右边是你们去的教堂右边右转，教堂出门右转，很近，出门右转，不对，过头了，不是，你们走错方向，过头了，你们回头一出门就右转，你们出门就右转。对对对，哦、我们刚我们出生点的附近哦，看到了，在那边吗？哦，谷仓看起来很冷。七分钟后，我还七分钟也太久了吧？你还是附身哦？那我就不知道。谷仓很难受哦。哎、欸，怎么离开观察者？我一直被顺过来。Shift 吗？还是没有？谷仓有一些箱子哦。我记得是在 Shift 啊，不过如果没有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的刀子快断了，我快变得没有用了。三分钟，哇，我要被捉死啦！拜。这是，到了。啊，小雨僵尸来了。外面现在超多僵尸哦。在这群僵尸之中显得格外显眼。这个在刷666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没有兔子僵尸？吃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允月你在的谷仓位置跟大家在的谷仓位置不一样哎、欸。可是我看这里很多人啊。你们那只有三个人不是吗？四个加允月四个，五个啊。哦、有没有？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二楼。他们是在对，他们是守楼梯。没有，在左边一点的。就杰克他们这边守楼梯。守楼梯啊，嗯，我瞎了。可是允月这个比较像谷仓。对，语言的应该是才是谷仓，然后杰克这边现在是要沦陷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快沦陷了。他旁边墙有一个光，应该是到时候在这边吧。完了，你们要跳下来了，你们、啊哇，哇，可爱的繁星要来喽！沦陷了，哇，太多了，排队。可爱的繁星来喽！签名，繁星僵尸来，繁星要签名。我快没子弹了，啊，好多、哦，不能用拳头打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，快没子弹了，上面还有，上面还有箱子啊，不知道没有在开过了，哇，没武器，哇，好多人呐、哦，沦陷啦，第一大，哎、欸，你有第三名哎，你有第三啊，你有第三，啊，下一个。天亮，他下一个是什么？他下一个是空格，就第二排。第二排，我要从我来看一下左。你们想要玩乱棍之战呢，还是人体打印机呢？不要人体打印机，好累啊！很累。人体打印机就是方块放对的。哦，那就然后对，我记得是把别人推下去就好了。阿飞，今年猪年很景气啊！哇靠，你是已经等好了是不是哈？哇，啊，等好很久，想好了，很认输的是不是 ？Power Mega Punch，Punch 认识啊，之前玩王国之不是王国之战那种，歼灭工程站常在对面的啊。5 4 3 2 1跳出了，出去了，哎，换下一个喽！代码。好，下一个星际战，你们要玩星际大战这个吗？是推车吧，不是推车，推车是那个。末影决战是什么？哈哈，阿贝姆忘了，不知道。点看看哪一个末影？有超能玩吗？这什么？啊啊啊！这什么？好像是丢那个雪球吧，还是丢什么的？丢雪球，然后你会是 Enderman 的样子，我记得。然后嘞？你也可以瞬移，你有好像有三次可以用 Enderman 的能力吧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那平常怎么死三次把别人弄下去？我记得好像是打地板，是不是？对，用雪球。我感觉要挖雪球。我也忘了，待会进去看就知道了。那我记得就是丢，好像手上有烈焰杆，然后会往前丢，丢到建筑物会消失。是吗？哦，不是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不是烈焰杆，猜错了。会吗？哦，要把别人脚下弄掉啦，把别人脚下弄掉。我挖自己的脚下干嘛？哦哦，然后第三个可以在脚下放一个方块，所以摔下去都可以用。啊！
这好香哦！哇，这个人不动，这好久没有玩了，这我没有玩过。你大川，你大川，嗨，你大川，我走了，我走啦。すいません。谁啦？哎，问一下，第二个技能是什么用的？会传送 LCD。完了，往前传还是随机传？我不知道，我一传就还是掉下去了。因为我掉下去的瞬间，我传了。すいません。这里吗？谁？反正吗？谁？这里的地板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是跑酷失败了。谁？这可以一直一堆安德跑酷超好笑。月跟团团擦身而过。谁？等一下，这个哪一个安德这么坏？哪一个安德？好，哪一个安德这么坏？我走了。谁？谁？你不要以为说对不起就可以哦。你为什么那边那么安逸的感觉？啊！音乐掉下去了。对，我被打了。就掉下去。没有呀。すみません。マセ。ナルホド。怎么激活了什么加成效果？ナルホド。三个球哎。Beater shot。我刚刚。我这样还有救吗？救命啊！我看一下。我觉得那个都死掉。超深呢。哎，那个是三连发吗？对啊，我们玩那个草率啊，弹幕游戏啊。我看到雨月掉下去的瞬间了，小川也太安逸了吧！啊，我在想办法弄他，弄不了。要掉了，要掉，要掉，要掉了！哦，掉了，掉下去啦！下面的人该射天花板喽。嗯，哎，团团，你前面有一个可以吃的。哪里啊？啊，看到了。他是 B 哥 shot， 你让我吃一下下面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你怎么吃啊？天哪！旁边的不是，我算团团太难吃了吧？团团难吃哦。我算了，阿仁呢？上面有一个啊，上面的，一个下面一个。他又捡了下来。你下来哦。哎呦。他后面有东西可以吃，第一名给你好不好？不要打我。那你就该下去，就下去了。那你就下去吧。跟你讲，还有三个，还有两个人，加你还有两个人。他好累哦，加你还有三个人，他飘着哎。哇，他是不是？哇，他是不是？很久没遇到的神机降临，神仙降临了。神仙呐，神仙打架喽！神仙喽！哇，他看起来是真的很卡，他脚下有那个粒子。快乐是神仙，哎，为什么跑到一个最奇怪的地方？你让你自己走下去啊！哎，传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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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基地吗？赶快传送，赶快传送，赶快传送！哎，传不了，下去了，基地还没到。没有，应该说有，但是没传到。我们刚看完他们打吗？还是我们下一个？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看。传送的方块也会被打掉，这是那个的优势。下去了，这是那个的单卡，有啊，第三名。有，我们只要每个小游戏，我们有一个人拿到前三就可以下一个了。哇，要玩到前三哦！这句话不要讲太早。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们也还是可以下一个，还是可以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下一个是更那个的东西，它叫做龙之。哦，说。龙骑龙啊，在喊那个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哎，我已经够那个嘞！天哪，他随便一个人会变成天空上的那只龙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炸底下的人。哦所以他知道怎么赢啊？随机吗？把龙射时间，他会他每过大家都有机会轮到当龙，我只记得这样。然后是看你杀的人，龙杀的人，你看你杀的人有杀多少？消灭其他玩家以便召唤你的龙。哦，要打其他人哦。嗯，这是要打架，打架。你还有其他技能哦？治疗。过来。哦，小雨，让我们打两下。不要。哈哈，哎呦，好痛！哇，这个人好。等一下，有人想要。怕死了。有人想要那个啊？有人想要剪尾啊？啊！我捡到别人尾啦！哇，你捡我尾啊！讲那么大声的人，一直想说别人想捡尾，其实是你啊。其实我捡到啦。
那个别人原来是你啊！他有补血的哦。有第三招。哪一个？第三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小雨！哎呀！我没，我摔死。对啊，我记得是人杀到一个阶段会变成龙啊。变龙啊！对对对啊！哈哈。他会杀，可是都杀。你是打人打到杀的够多就变了，对，应该是吧。音乐，干嘛？走开！让我打一下。那边也太刺激了吧，小雨。这边超乱的。过来，过来。不，你怎么可以把一滴的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三神敲骨。坏人。一滴血。Dragon！ 哇，他妈多少刀啊！你看他围了多少刀啊，这个人。等下，所以我要怎么用啊？好多龙哦！我对啊，是哎，哦，有了，有可以发那个球了。哇塞，小雨，你后面是团团的。三只龙在上面，就是凶吧。然后你们又在那边打龙吗？还是不行？不行，你想打我是不是？刚好前面有影月啊。可以打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打上面，可是打不到人们。哦，等一下，他说天空太满了，不能起。太多龙了。好了没？让我们下来啊！我也想上去啊，下来。啊！我把小雨龙杀死啊！哎，你怎么可以真的假的？好坏、喔！那我要抓团团，不要！我们炸下面的人好不好？你都把我炸死！可是我跟小雨还在骑 啊！我死了啦！我也下来了，我也下来了，耶！我上来了，那我要躲起来了。皮卡团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来游泳，我来游泳。艾伦。我要躲起来！不要躲起来！等下那个龙是怎样啊？那个龙，哎呦，都没有人了，太大喽！大家都在躲龙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还在打，打得可激烈的哎、欸！团团，等一下啦！不等，等一下，我等不及了啦！不可以等，我等不及了！你等不及，我死了啦！我杀到了！我想飞，你也想飞。其实龙很难杀人诶、欸。对啊，啊、哦，我要死了。看你那个看到一堆人在打架的时候，你揍他们就对。对，就是往他头一直丢。对，没错。这个游戏真的很卡呢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补血？可以，你后面有人，我在打你后面那一个。要怎么喷火啊？我剑右键，对右键，右键，你会拿到一个烈焰粉，跟那个烈焰感一样。皮卡团啊，乱斗喽！啊，皮卡团，你知道后面有很多人在追你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在找你。你不要这样，谁还在追我啊？到底是左键还是右键？右键。天空太满了啦！哎、欸，你才上来过一次，你还想一次啊？要上去、啊？不行！我现在就要站着一直按那个、啊、按那个神龙的。我一直疯狂按，我现在疯狂按，我不杀人了。哇，下来了！哇，来了！我也上来了。大家都很想搭车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我的楼在倒车啊！太高了啦！哇，这个龙骑起来真愉悦呢！哎、欸，我的龙为什么一直往地下？说这龙骑起来真愉悦，愉悦，真愉悦，真愉悦是怎样？被捡走了，那你让我捡一下，你在哪里？这游戏真的玩起来很累，我在打你了，超卡的。这个游戏你在玩什么？超哥在干嘛呢？这个龙很像在做旋转木马。对啊，我们在旋转木马哎、欸，谁炸我啦？我下来了，我想上去啊，我还想坐。我上来了，好雨，捡到尾，不要打我啦。要啦，我想去做旋转木马。
那我也想做啊，大家都想做。我想玩。不要打我了啦！啊，我跟 ED 写的批数。我是不是潜到尾啊？这边真的是很乱哎、欸，这边好混乱啊！这边怎么回事啊？打架！打架！打架啊！打啊！你不要不信打架啊！那个，我一个血嘛！我好困扰，我掉到一个龙炸的洞，然后我跳不上。